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好，阿 Q 妹也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好，请问世界上哪个东西请好食？哦，可能东东你会讲啊，前一波的吼天使导游有出嘛个米其林餐厅指南有冇？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吼，哪一间餐厅请好食？哇，其实阿 Q 妹爱吃到吼，虽然讲也有餐厅啊，高级的餐厅东西都好食，不过清本。爱亲人甜饼摕来蜜桃，就是爱妈妈的蜜桃。古时候讲吼，其实生唔爱那个，就是妈妈的蜜丝。今物日福起来咧，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小结吼，亲莫平凡的家常菜。古时候细细个个来分享，今物日节目地度有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齐泰哥，分享齐泰哥。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大家好。那按照徐新凯今日的苗栗来介绍我的自家的四个农产品。好，欢迎期待哥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一位来宾好，是吉酱酱的朋友，欢迎欢迎凤香姐，欢迎。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今日带来我一道豆腐卡客家人亲切式的客家菜饭，大家看，大家吃。转型要做一次主款来，哇，没错，分享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过吼，其实今半夜真正好系福气来咧，各位观众朋友嘅福气啊，用嘅讲呢，因为今半夜带来嘅就是当澎湃啊，而且像其他个太快嘅吼，同大家来小结一下，廿五卡嘅产品有哪条种类，有按到乜嘅产品？也哈最主要嘅产品就系那种红梨啦。红梨还有去，还有去研发出个红梨面、红梨饼干哦，然后红梨手工饼干，然后还有很多当季的产品，譬如讲一下都有萝卜干，很甜的萝卜来做萝卜干，萝卜来做出就萝卜丝、萝卜切、萝卜切，然后都酸菜，主要是红梨。古时候其实对呀，农作物都农产品，要的东西太甜都有。唔过吼，泰国其他国你刚好讲一讲有种红梨，其实红梨呀这种东西就会有一种东西就是藜麦，滴滚哎非常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是这个 DGI 的这个高纤食物，吼滴滚哎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食材。我想要问一下泰国，因为一般来讲，其实滴北埔像哎你苗栗种北埔嘛，它少年滴个来种红梨，跟一开始用我想到讲我开始来种红梨咯。那最最先啊，退休以后转去苗栗做起家啦，种丝芦诶，啊，就种水稻啦。然后呢，就吃到种水稻的原料很多，我都想要有一些产品区隔哦。就印象我看啊，我那个产品比较特殊一些。都多挨个朋友就老同我讲，哎呀，藜麦就红梨哦，营养价值非常高。哎呀，也哈慢慢的有人种木啊，或种木，搞不到好啊，嘛就吃看啊，就安尼开始种藜麦。因为像爱吃个对呀，红梨嘅了解嘿，呀红梨是台湾呢自己本土种的红梨，对不对？它整个藜麦在台湾来讲，红梨是我们自己的本土种。唔过嘿啲呀，可能台东啊、屏东嘅大尾章有人种，对。其实藜麦它的生长环境不会限制东多啦。哦。我说嘿，最先我们炒嘿台东花莲嘅。在开始种，不过也慢慢呢，越来越往北部了。据我所知，也桃园新丰那有人种。哇，古时候像呀，暗号嘅一种产品吼，红梨，先来家嘅应用，加出有哪条？泰国都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么？红梨它家嘅营养成分非常高。最主要就是高铁、高纤、高钙，高钙。个它比如有人很提供是谷物，谷物的什么？超级啊，超级谷物。因为其实爱头白爱谈讲的啦，嘿，藜麦其虽然加个名诶有一张麦斯，有一个麦字，但其实它并不是谷物，它其实是莴苣、菠菜类的东西。它不是完全的谷物，因为它的淀粉质非常非常的低，它是无麸质的。哦，只是讲你讲软肉饭，它假设看饭唔清楚，你就只规律讲煮，因为你讲煮饭嘛，就要煮饭，古时候就规律都谷物。
较多年滴。原来是安尼，伊咪爱头摆去怂恿查那个减肥食谱有冇？告诉讲，什么人爱减皮啊？因为冇是太多米，冇是太多饭，其实就得哦加添一些嘞这个藜麦，都加个番薯露，用它来煮，安尼去因为摄取的这个淀粉的量就唔会太高。过去因为主要是讲要减肥，是讲以高纤维。高纤维就可以帮助女生减肥哦，我们体内的那个新陈代谢，体内环保给它做好来，就做得干皮，懂吗？现在这种冻结上来。当伊做的是红梨茶，是红梨茶新陈代谢没打动好，没错，就看到凤香姐她的皮肤哦，色彩浓厚呢。当多年讲，我母亲农夫。对呀，又爱你皮肤又暗，怕皮肤又暗红，完全没那个黑斑什么的，可以当代言人。好，南昌爱你后，起身呀，红梨一面黑色不哎，你身体空间的东西，古手机种的方法，听说没当重要了，对不对？徐大哥，你先用的来照顾两个红梨耶。其实红梨哦，它生长环境它没有要求一个啦哈，还是用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就会没标农药。嘿，这个讲是讲自然农法，那我用自然农法，其实它去搞看难事啦。你不按你讲嘛，我们有啥农药不是比较方便哎？就我们是去搞去做虫的呀、其实你去撒农药也是要一番功夫哦，黑眼上都太简单嘞。就说黑用吃盐跟农法，无泻药的、无杀药的不一样。红梨黑吃盐来生长，嘿嘿，错。哦，佮安尼，无泻药的佮错的喏，听说会有插错也对哇。错，就古说寒芒种之前，就一天哦，所以我绑枪来，因为俺要无用的除草剂咩，就自家去绑，去绑好咱开始。是在当中。哇，古时候也照顾红梨呀，同哦有嘛个偏虫害呀的，因为其实诶，你台湾的农作物啊，大家都同养有偏啊，也系虫呀的。加病虫害都种害，种的种跟病虫害倒不。还没什么，有那个病虫害我就忽视它，也没有去理它了。不过在后期，等它红梨果实快成熟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红头虫。红头虫，头是红色的，然后身体上长长的哈，身体是黑色的，它会飞，就该我去吃。那我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是，因为第一开始吃的是鸭呗，鸭呗被吃掉了，就开始是果实。我的产品快成熟了，嘟嘟，我家里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去采收，但差不多等一个礼拜，我还有时间去采收，加个全部被收枪枪，你都压不收太了，过都是果实，果实也被收枪枪。古说照顾呀，红梨呀，用某些药的，用吃盐农法的方式吼，虽然不是些药的，不过的照顾蛋糕爱发动到，努力爱发动到时间去照顾寂寞，一下也无注意到，可能他就会生虫的，是吗？错，爱发动到心思。古说其实像按那种红梨啊，像我来问一下，像滴按你北埔来种红梨，大概数的时间差不多是哪个时间？一般。其实红梨的生长期同水稻差不多哦，然后因为红梨它要避开台风期了，因为它降风啊，然后也不能太潮湿，降风又降水。种红梨的时间就同种水稻差不多，或者说呀哈。你的水稻开始在播种，那我也开始在种。在施田里面，开始来施粉梨耶，你开始二来种哎。哇，古时候其实吼呀，红梨真硬是懂事哈本太硬，谁子太家就做得来吃吃看呐，因为也是对人身体空间好的东西。不过今麦想要来问啊，像安利无诶，谷诶，安利割下来以后，爱留去晒，也是讲有等于是烘干的方式，也想要。问一下，像红梨，听说咩？我又见过一只高层一只铺子，听讲然后就可以用嚟做诶。因为呀，烘干机哈，它的价格不菲啦，太量用诶。那也着，那也着，小农实在冇办法去负担呀嘅，故说那全部用日晒的方法。那这个日晒的方法，那以前。
种芋的，他们用日晒呢吼，他搞都卡欧式以那种压呢日晒的方法做出的产品会比较 Q， 据说啦哈，我不负责任的啦。加到肉你加到是讲，因为你用烘干，它是用高温急速把里面的水分抽出来。那我们用日晒呢，一头慢慢的去一点一点把它抽出，一点一点把它抽出来。那急速抽出来会破坏掉里面的产品的一些结构，成分，那用一头晒就不会破坏，所以保有原味，而且比较 Q。哇，你基本你看到呀，其他个韩国凤香姐来到节目当中后，你就知道看到哪隔壁零三群哟。好，当上爱同爱分享家务卡好食的东西，韩国其他种的东西哦。其实好，唔管系用乜嘅方式来种嘅，用乜嘅方式来做嘅，只要系有用心做出来，用心种出来嘅，天朝都会好东西。故事好，而且休息一下，等下节目中来再个同大家来分享一两三好东西哟。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我是综艺群阿 Q 妹。今日嘅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好其他个韩国凤香姐佮梁莎带来嘅好种嘅优质嘅呀农作物，韩国农产品爱同大家来分享。好呀，好阿 Q 妹面条前就系哇，你咩当到好东西都得来生咯。故作呀，阿 Q 妹得唔得到嘅，想要来问看呐吼。呀，哈系这个下午茶时间，所以呀，好爱先来，所以还有茶。啊，半夜还有饼诶，知无？韩国夜店啊，通讲迄一堆啊，这个红梨藜麦做出来嘅红梨茶，韩国红梨饼干，知无？先来讲一下这个红梨饼干好诶，嘿呀，红梨嘅部分系唔系蛋糕？呀，一粒一粒诶东西，细细粒诶个，细细粒诶有一些咧缝缝诶，哦，韩国喏，带壳红梨，哦，带壳红梨，佮缝缝诶几种诶。做亚个人叫做带壳红梨，带壳红梨，做嘛个 ATP 不讲带壳还是不带壳？带壳给营养价值较高，就像泡面个会粗面样诶。哦，古早这个是。啊，跟面做嘿用脱壳来做诶。用脱壳来做诶。哦，古早亚蛋糕诶，你看那都一粒一粒红红的，这个就是带壳的红梨。对，然后那黑色的就是有其他有不用其他的东西。诶，因为我们这个是养生的饼干，所以亚饼干嘿无油。没有奶油也没有油的，没有添加油的，好，也就有葵花籽，过南瓜籽，过黑白芝麻，黑白芝麻，过就红梨，过杏仁片，杏仁，这很像我们外面吃到的产品叫做杏仁瓦片，对，这个就是杏仁瓦片的概念一周哎，加了红梨版本的这个杏仁瓦片，而且是把油去掉，哇，还恐天的东西呢，古时候也还全部就来吃吃看呐哦。哦，好扎实哦！立冬，它是非常非常有口感的杏仁瓦片。因为佮无加油，故所我较硬，较硬较脆。好好吃，很够东西哦。它虽然没有放，虽然无用奶油，不过吃起来有个浓香的米西。这就是天然的东西做出来的，对不对？韩国因为加的红梨。红梨给滚，早早给时间，就是会有那种比较硬、比较脆脆的感觉，增加它的口感的变化度，对不对？哇，姑嫂很快，哈猪头，蹦呀！这个杏仁瓦片加红梨的杏仁瓦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懂饮用吼？韩哥，那哎，那蹦哎，这个饮料，这个红红的饮料也是凤梨做出来耶，超级做红梨给本身的色，要很用的来做的啊。煮火爱比像烘干用爱炒熟来，上上诶无香味，食起会呛呛，也系有烘焙熟诶啦，算熟诶。哦，古早伊完全伊滴落诶东西，就只有红梨而已。就是红梨。哇，就像有一点像是玄米茶的概念，对不对？对对对对。然后给谷物，然后给炒炒啊。炒。韩国拿去泡水安尼，韩国蛋糕韩家诶这个两粒凤枣。对，公馆的凤枣，因为公馆出凤枣。古早像安尼很养生的下午茶就有了，对不对？有这个杏仁瓦片的饼干，还有红梨茶，青葱也有个黑起司一样茶是没有咖啡因的，没有。
对，喝了很好睡。对，所以其实冬天但就做得做出一些好吃的东西，又空闲，什么？但像安尼呀，哈，吃太呀这个下午茶系列，我们还要就是顾一下身体的这个体内环保，故说我吃得我强吹。接下来要进到这个沙拉的部分了，沙拉也可以做红梨沙拉哦。凤霞姐都会同她的共一哈，红梨沙拉很用的来做诶。因为诶，看懂多女好吃沙拉，你等于就吃到煮饭。一麻烦，动手煮饭，那就建议伊红梨用天风的蒸熟来，拌到沙拉底度哈，啊，淋到水果，淋到酱菜落去就做的，拌到这个优格酱里面，对不对？就因为啊，特别用优格灌的啦，你讲好吃沙拉，你就沙拉，因为哎。觉得我太胖了，不能再吃沙拉。因为美乃滋其实就是油粥诶，黑咖是讲用优格来代替，其实会多一些的这种酸酸的风味。那就是我想跟养生的东西要吃健康，故说我但是全部都用优格。故说蛋糕行会再撒这个蒸后诶。哇，好漂亮哦，有没有？对，看起来冻浆又真是色起来冻好色。有没有好做十天后跟着少女们带着这一盘出去野餐，非常的有气氛的感觉哈。阿 Q 们，哈你都去野餐的时间就按那走，就走野出菜。不过我想要问一下凤香姐，你刚刚讲养个这个红梨藜麦啊，黑老吉整说就不用到遐保鲜盒底度，不用到冰箱。哦，给你按的不用冰箱，差不多做的不用几久，你就算够冇。不用一礼拜没问题啦。哦，做得不用一礼拜没问题。嘿，这是讲说噶，你要用早的同时去摇。啊，做唔得，然后水分带落去，对不对？好，那一下阿 Q 们就来吃吃看呐，这个红梨沙拉，酸到很嘛个米西。哇，呀红梨啊，给塞起来。增加了它那个沙拉酱的口感，因为一般人生沙拉酱也是传原本的那种酱的味道而已。能够加了红梨，而且能吃到色太阳味有懂饱的感觉，对不对？除了水果有饱足感，红梨也可以让人家有饱足感。减肥餐，减肥餐，好好适合我，我以后三餐都吃这个好了。对，不是有这个红梨沙拉，跟亚盘 N 绿台体 condo 都是里面是放水果的。如果说我想换其他的，可以吗？做的不用抢菜哦，生菜沙拉是因为我不吃生菜，那讲讲有点也没买一些生菜，故说我给你准备水果诶。哇，原来安呢，唔过吼，我遐看到呀一几份的这个藜麦。其实上爱来门口呐，假使讲啊爱煮安尼藜麦哦，完全藜麦啊爱用的来煮，就像我用也还用。玻璃的保鲜盒嘛，对，那就一比两米杯的红梨，然后一比水，各就不用天包的，那不用一比水，按你就做整熟的。哦，所以就一比一比一，对，全部都是一，对，按你一分一分就做得煮出来，那它煮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干燥的吗？对，煮出来就糟糟，嘿，哦，跟你说的，不是可以在外那一边。今日做的车架安尼色看到冇？安尼色冇色，唔做染一点点，因为佮红的大枪色的话，佮会有点涩涩的味道。我其实一直很想这样子吃吃。对，因为可能是我比较挑食啊，我就不喜欢这个味道。不会啊，它虽然有一点点涩涩，微微咪咪，不是涩涩的，它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腐咪，对，我刚才吃到色起了，其实有一点点像花椰菜的味道，对不对？對就身顶有一些些菜耶。好色的人家讲安尼咩懂好色，可是对啊，那唔好色个呢，腐腐诶，我每次都说我吃不了苦。唔会啦，其实我吃到安尼色咩懂好色，不过我想凤香姐嘿隐秘那个对这个口味也有 Q 爱懂完咪有没有？要非常的完美。隐秘吃到佮加东西都佮煎肉咩懂好色。很重的拿来煎了，古早其实要这个红梨，哎，你唔惊讲，哎，蒸起来会发黑，其实做不用一礼拜按床安尼。蒸起来就会，早顺头，我是麦片的呢，我是牛奶的呢，也会搞你夹夹，我就做的。哎，我煎了，像我们都吃蛋饼的话，就煎搅乱，夹夹我煎蛋饼。哦，古早给。
过年嘞就说到当健康的东西。所以其实有动度变化呢。韩国唔单枪按的哦，凤翔姐韩国其他个还老给加工变做这个红梨面，而且非常的漂亮。太敢看这个成品它，韩芒珠哎就会按的有一些的粉粉的色，对不对？很漂亮，看得到一点点红梨的颜色。韩国做出来哦，有冇轻用了？同冇，你先看一下那个做出来的这个成品，这个做出来的成品，它的颜色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它变得有一点像咖啡色，对不对？因为红的给我推做的给蛮颜色的，给做到给我推色，甜眼的色素，给我推色。哦，跟俺又有问题了，你讲不推色？那如果说像是平常时米爱色啊，色米的时间没有啪啪的色啦，跟俺色凤梨的时间会有色出来吗？会，也会有粉色的色素出来。哦，我说莫色眼球。哦，应用我本意色体，对不对？我说色一下诶，就做在老几拿起来，就做在做在去煮饭。嗯，我说一下阿 Q 妹就来吃色看啊，这个红梨面。哦，呀，就真给他下港你给油葱，对不对？香油的香油，好好吃哦。香油看无通用，用来用，唔系要常用猪油，来用即个香嘅鸡鸡油，过嘅老猪油，用它去榨出来油来做诶，好好吃哦！我现在很想再吃第二口，真的很好吃。韩国亚面线，红梨的面线，因为爱老豆公，像这个红梨呀，伊唔咩谷物，爱像食起来会不会它比较脆，它没有面的感觉，不过其实起来它还是面的口感哎。对，要七个上出来，爱按扬州的嘿。一般我们就是想讲，做嘛做嘛，本人较方便些。嗯，过后帮我清冻，叫张清冻一只罗师傅。天天爱做安尼早的面，什么面啊？七家都无卡就做得煮啊，做七家做的七家做七家煮。可是你那本人他说什么面没办法带出去，那就全都会在给用日晒的，对，因为日晒面呢，给就拜托给他来做早面啊。哇，因为啊，全都叫咱全都给天天来，他家就讲给做什么面，给莫做早面，啊，给就讲先天来吃粥啊。哎，结果感觉还不错。对，而且看起来色又冻僵，冻到你可能是那个也平常的面，都得换一个口味，换一种外观，有没有东西？色起来就加冻好色咯。其实哈，还有冻到凤翔姐韩国其他国家都有好色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再来。大家要转到福气来咧，我是综艺圈阿 Q 妹，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收件好，其他个还有分享自己两下吼，乡下种出来的东西，韩国做出来的也加工品，当好色又当空间哦。韩国好一下阿 Q 妹，加下说来嘛，该说来这个藜麦的饼干，说来这个藜麦的茶，韩国面，韩国沙拉，好一下爱来吃正餐咯，开始爱来吃正餐。那个凤香姐还准备了这个红梨的饭。饭团，哎，我本爱吃，好冇？好，故说呀，他就请这个凤翔姐来搞他家恩用的来做红梨的饭团。好，好，本爱嘅，也系食仔嘅，也系仔嘅，仔嘅，萝卜干嗰个香菇啊，嗰个仔咧，包包诶，嘿，包香来，嘿，包香来，炒炒啊，好，好，喂，呜呦。韩国老饭，红梨饭哦，红梨饭，跟住迄饭老红梨姜虾哪去整呢？煮过诶，呀饭用同个红梨呀姜虾整过，系唔系鲜味会有一些来变？诶，超因为红梨外边呢有点黄黄的色。嗯，它其实也不见得是红色，对不对？伊迄红色，按过去煮好加去唔会红色。哦，因为加个色素会褪色。哦，好，我煮。轻轻嘛，其实像按呢这个小工具啊，蛮耐也就有冲了。是我刚刚还有个，按呢简单的这个做饭团的小工具，蛮耐也就有。按呢把这方便带出去是。嗯，就做得来做饭团。饭团底度就包冻简单呢，嘿，凤香姐自己做的。啊，好棒哦，真的是现做的耶。
好可爱，而且这中间还看得到是滴露的夹的东西，包的东西，啊，滴露包的东西，黑凤香姐七家来塞的萝卜干。对不对？七家做的，哇！做的同大家来讲一下，也个萝卜干又同嘛，太老板又那条毛汹涌毛。因为个条萝卜干每种又用其他东西，就盐过萝卜嘞，过热条就做得嘞，真简单、真天然的东西就做得嘞。你看那很窄耶，那超窄耶，你够当香呢，因为。刘德培有讲，其实在的叫用来煮安尼东西，我就想讲，我用来煮开会较香，就是煮都变在的。好好吃哦！古时候你看红米饭，它是搞种的，萝卜干它是搞炒的。除了萝卜干以外，其实萝卜咧吃其他东西，比如讲像萝卜浅、萝卜丝，没有吃搞来做。萝卜浅就会爱亚油时酱油萝卜浅，亚油时节酱油萝卜咧。萝卜的太量加哈，你装做萝卜干，你会吃到太大嗦。古时候晒点萝卜浅、萝卜丝，乡下人就嘛该做起家做啊，包办包办的嘛，买萝卜丝呀，哇，俺吃到呀，起家做。加哈凤翔姐滴个讲的时节啦，俺很最很滴个劲炒这个红梨的饭团吼。俺知道红梨同样翻萝卜姜哈，俺硬炒的时节，我吃到一种哔哔啵啵的口感。比我较香较 Q， 然后有种明太子的感觉，就是它会包体，有没有？很有口感，非常的好吃，对不对？對啊、红梨加白饭，蹦出新滋味，真的好好吃哦。就讲，做饭团是东方偏西人的好食，好吃。你要带点出去，你就唔是去 Noble 买 Seven 的饭团。冇错，韩国沙哈来啊，他赶紧出台爱做呀这个萝卜类的变化料理，就会呀萝卜丝、萝卜浅、萝卜干，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东西也有非常丰富的呀变化的料理哦，就会安尼我们的芥菜对不对？芥菜做得做韩菜，韩做得来做呀泡菜干，其实凤香姐根本也没有带来哦，从冇比较讲像呀。也是咸菜、咸菜煮肉汤，哇！阿舅母牙青好食呀，就是客家人的美食，而且这个肉它唔系三层肉，我们是松板肉，哇，好高级哦！然后就来试看啦，因为我比较习惯用松板，好好吃哦。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爱吃很肥。三层肉是要开，这种开皮。那你用酱猪肉又特色，所以用松板，我就用梅花肉。清度好。哦，韩国呀，咸菜的呀，酸酸又香香的米线，最近都好吃，好好哦。古时候呀，最近就是木卡青加爽的米头，对不对？妈妈的米头，对不对？好好喝哦。唔单枪爱你。还有那个一红，这个梅干菜就是我们的咸菜，再个晒着就变做泡菜干嘛，对不对？泡菜干就做得拿来做这个梅干扣肉，梅干扣肉啊，这个就真的很过瘾了。不用，先不用顾虑减肥这一件事情，好不好？三餐有就让给生老皮哦。哇，那三码一度到三餐有啊就。感受到跟梅干菜的味道，冬香韩国其实要肉到底度，梅干菜的味道完全有都要肉底度，整个释放出来诶，要煮冬菇吗？不是啦，用天赋就多得去了。好好吃哦，而且这个猪肉好 Q 哦，非常的好吃。乡下的肉运动比较多。你看。其实俺想要来问一下凤翔姐，像亚的东西，比如讲像你的油葱菇啊，也是讲亚个萝卜类啊、咸菜呀、啊，亚的笨蛋东西的原料，就是亚个食材很用的来耶。因为像哈大家做的种的菜呀、啊，好都好甜的种的芥菜呀、啊，各位甜风无骨头做椰萝卜类啊。所以做甜风棒棒的菜叶呢，杂杂啊，就做在做一条菜。哦，古时候去甲别人家请来的。留着去切个种，去讲种一下，种下多的话就甲别人家种下买下多的话种下棒啊。哦，哇！甜风，可买人的甜风先
伊穿着看卖人穿过无，应该讲看卖人穿过无，想买落去，吼，搁出去夹个房，汉伊都问你硬爱房安尼啦。哇，要真人就是种下乡下嘅面头，就是大家有做物嘅东西，会互相分享，也系讲大家乡下来做，做出来大家乡下来食，一种乡下动脑嘅，又动下家嘅面食，对不对？做出按到传统嘅安尼客家料理，还讲唔单唱安尼，还讲。其他个你呀，哈带个素材，去带到人家萝卜，错冇？其实也唔系拿萝卜，拿萝卜，即系拿福建，拿萝卜福建那个一个100多年的老屋啦。哎呀，其实佛房不冇，是佛堂有佛堂那个做三合院。以前系一个日本时日据时代一个保证。去起业了。这个有人是讲是民国前就开始建造，有人讲嘛民国初年开始建造，这个大概也不可考。反正就懂有多少哎，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啦。就因为当初还有举办一些活动嘛，那我有人去，我为了避免打扰我的爸爸妈妈哈老人家嘛，莫吵到去，故说嘛都。我也很喜欢这个老屋，就把它租下来。然后另一方面呢，有客人有一些人去体验的话，也可以跟他介绍一下，讲哦，亚都落户的哈，然后本人去体验讲乡下的生活。哦，我听到关键字了，可以去体验哦。所以要体验，配体验嘛，该东西嘛，该内容啊。那以前有攀一些像割木啦、丝田啦，就本人去体验啦哈。还有譬如说做汤圆啦，哎，全部就是办一些以前的头拜，哎，传统哎，大家会做的事情啊，一条农舍做在本人哈啊，啲上司、啲城市读书的小朋友，做在转到家乡，也系讲去到本人的家乡，去到乡下去体验一下。好，还一方面哎呀，有收集一些那个老家具呀、啊、老农具啦哈，做了就介绍一下。也安尼当珍贵，对，因为其实有当到偷摆的器具有冇？现在可能只有在文物馆里面看得到。我刚是讲，哎，做在底下这个很完整的呀，落木落复缝底度，看到基本单个用哎，看到它本来就是放在这里，好，三处就会三处，对，四角虫就会四角虫，给空起来就是它本来该有的地方啊。对不对？不是，我是讲天是一条线的乡亲朋友，想要去听啊你哈，我用的老其他个方面。知道我们有一个叫做一个网站，社群的网站叫做小农的家。小农的家。哎，做了双溪个蛋糕，然后跟我们联络就可以。哎。还讲唔单唱安尼，唔单唱做得去体验，还做得同其他个还有分享之，卖起啊，就做位当到好食咧。唔讲迄红梨啊，也系红梨的农产品，也系其他的农产品。天视机头前咧观众朋友，想要同两三位听教产品嘅话，我用嘅来听教。太太，你介绍一下。我们固定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跟第四个礼拜的周五、星期五。下午1点到8点，在星光三月的站前站的广场。站前站台北嘞，星光三月的站前站的广场有小农的黄昏市集。这是固定的第一个月的第二个跟第四个礼拜五。哈，主题也是孤厅呢。希望广场是母孤厅，故说可能要选大天嘛，看还有多给某。啊，过还有就苗栗的泰安豆腐街。阿哥某住乐天网站的小农的家。哇，故说大家扫描去请小农的家，就做在请美的其他个韩国风向记哦。今天沈梦亮 V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舒缓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通先生，听下来做运通。